Hello, Ev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茜。香，天然，环保。女生嘛，就是比较喜欢香味的那种，对，香味其实蛮重要的，洗发水和护发素是每天都一定要用的，对，就像我每天都会用花样星球的保加利亚玫瑰香味的那个洗发水，然后洗两遍，再用护发素打上之后呢，然后再用沐浴露洗身上，然后都洗完之后呢，再把护发素给冲掉，这样的话头发就会滑滑的、顺顺的。现在大家都提倡垃圾分类嘛。那花样星球，我觉得就是给我们带了一个很暖心的一个环保的概念，就是从自己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。因为花样星球的瓶身都是100%可循环再利用的材质，用完之后呢，其实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一个 DIY，可以做成小的花瓶啊，或者做一些装饰品都可以的。因为瓶身真的，我觉得颜值非常的高。我还可以吧，我觉得我的少女心都给了花样星球了。因为小婉跟小八不生活在一起，所以还好。那他们见面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还蛮和谐的，还蛮好玩的。对，因为小婉非常的乖，小八就比较古灵精怪的去抢人家的东西。因为现在才开始刚刚变冷嘛，那我觉得其实里面可以还穿着夏天可能自己喜欢的单一点的衣服，外面就穿上外套、西装啊、外套那样子的，然后随身我觉得可以带一个围巾，这样的话冷的时候可以盖一下，也可以围一下。管住嘴，迈开腿，管不住嘴的时候更要迈开腿。生活用品吧。对，就像花样星球的产品，经常会买很多，然后分给大家。还好，我就是经常会，比如说我喜欢的东西，然后我会总想要去买，然后到了要买的时候，我就会忘记家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剩，然后就买很多回家。很难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自己比较纠结的时候，我太难了。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吧，我觉得最重要的瞬间应该是出道的时候，刚刚出道的时候，心态吧，成熟了很多，也从容了很多，希望自己能够接下来面对更多的挑战，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。成功要幸福的女性。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认同，我在拍戏的时候，每一天都是在剧组里面拍一天的戏。其实最放松、最享受的时间是洗澡的时间。我洗澡一般都会洗1个小时左右，对。然后从洗头发开始，就是闻到香香的味道，就会让人很放松、很开心。然后用花样星球的保加利亚玫瑰香味的那个洗发水，然后护发素，然后包括沐浴乳也是这个同一个香味的，就会觉得整个浴室飘散着我喜欢的香味，然后就是会洗到嗨到不想出来。我经纪人去我家帮我换了家里面的灯泡，好暖心，亲自去帮我换的。